我们英语是麻辣观众大家好，现在汤力圈目前的位置呢，在我们的小琉球滨江滨部。滨江滨部呢，是小琉球的全岛生意最好的冰店啊。那今天很高兴会访问到了我们的老板娘林雅欣，雅欣你好。哇，我知道呢，我们这个冰箱冰库呢，一直受到呢网络的这个讨论，然后呢，我们网友们也非常的支持哦，来小琉球一定要来你的店。能不能告诉观众朋友你的店的特色在哪里？我们店的特色的话，主要就是芒果冰，芒果冰就是我们如果是在地芒果酒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用在地的芒果。小琉球其实有种芒果。对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因为小琉球芒果很少外销，因为光岛上自己吃就不够。而且芒果冰才180元哦。对，没错。那另外的话，还有我们自己独创的手烤腰果，还有红茶底的珍珠奶茶的。是。哇，我们知道您用的食材呢都非常的这个真材实料哦，非常的棒。而且大家看到现场的画面哦，这个蛋有点融化哦，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水花呢，会因为了它的冰品的不一样，那颜色会不一样。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它基本上都是以纯正的食材，比如说你看到的深色的就是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对，那芒果的部分，黄色的部分呢是芒果果肉，就是芒果果肉。对，那这个都不是用色素去染，也没有香料。那这个的话是奶茶，奶茶的部分是红茶茶叶的茶，再加牛奶，所以会有点茶色。这个原因哦，那我们的这个雪花呢，颜色都不大一样。对，那甜度上也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，就是尽量低糖、低油，就是可以让我吃的轻松没负担，而且就是也加入一点点养生的。就是像这种燕窝，哇，再来有燕窝，这都很有蛛网光明哦，哇，像这个这一道可以说是我们店里面价格最高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加燕窝的，加燕窝嘛，燕窝、芒果、牛奶、雪花，老师呢，这个样本呢，就大概只有一半了、对，因为老师是迷你版，迷你版的真实的大概这里，老师想要吃才多一倍，对，而且价格最高的还加燕窝也才260。所以两个人吃的话，一定都还是很满足的，是可以说真的是薄利多销了哈。那这个问题再问一下雅欣哈，来到这个小琉球，很多人就想说，冬天适不适合来？那你认为冬天适合来小琉球吗？我蛮推荐冬天来，哦，蛮推荐，是为什么？不会那么热，第二天气比较稳定，因为其实夏天还会有台风。西南气流，但是冬天的话，大概我推荐的日期是从11月到2月。大家就会问说，哎，那时候不会冷吗？其实，小琉球的均温是19到23。哦，19到23。如果以中北部来讲，19到23大概就是你们夏天转秋天那个时期。所以，当这边一二月就算有寒流，我们最冷也大概19到15度。其实只要是台北下来，你们都可以再穿短袖。你就带一件外套，其实不会像澎湖有东北季风，也不会像垦丁有落山风，因为中央山脉的位置把小琉球保护得很好，所以它刚好有一个天然的屏障，所以它没有东北季风，所以你冬天来不用怕浪大，也不用怕下雨，而且11月的时候，因为黑潮的关系，所以潜水的水是最清，就是所谓他们最喜欢的高清无脸。太棒了，对，所以我会蛮推荐大家，不一定要跟大家都挤在暑假，因为暑假人多，旅游品质相对的会下降，所以我觉得蛮鼓励可以的话去反向思考，就是由11月开始去排一趟假期，然后大概在2月之前。那小琉球来往，我蛮推荐最少3天2夜。两天一夜，你真的是走马看花。走马看花，你真的会觉得很无聊，你只会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。可是你3天2夜，你有机会你跟店家聊天，如果你有机会遇到在地，其实你会慢慢发现这里好玩的真的是人，对。所以不要想说，哎，这里要逛街啊什么什么，这里其实玩的方式会跟。
一般的都市地区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就非常的谢谢雅欣哦，谢谢你。然后呢，这个画面呢，刚好呢，我也让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哈、哦。你们好，我是明倩老师，老师能借给你们看一下那个画面好不好？因为我的是迷你版的，我这就一半。那这个是你们真实版的，有没有？才180嘛，对不对？160。哦，160而已啊，哦，这才160哎。它是牛奶吗？加布丁的200。它的是牛奶吗？加180。哦，这180。160。这160。哎，那个先生觉得很划得来吧？很划得来哈。你们来几次了？来这边来几次？有人第二次来吗？哈。你们是第一次吗？哈。好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喽。哇，大家有看到这个画面吗？哈。哇，我们真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真的，我们呢，这一个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我们的冰箱冰库，真的，它随时都是哦，人挤人呐，哈。真的，那我们的《一语新闻报》也再次的推荐给所有的观众朋友，谢谢你喽！《一语新闻报》下次见了，拜拜。